今天出来逛街了，去买点对联，买点鞭炮。行，挺好看的。这是一套的呀。30块钱你可以干啥就是吗？这成套的话是多少钱？30啊？拿两套能不能便宜啊？拿两套那也是最晚来的贵。你给我找两套不一样的，我看看，我要喜欢的话就拿两套。这个字行吗？门迎四季平安符，这两套多少钱，大姐？两套一套就20吧。这两套福字对联花了55块钱。咱这个啊，这个啊，走走吧，再去买别的。这边有卖年画的。有意思。你喜欢哪个？我喜欢哪个？我喜欢这个。你喜欢这个？这多少钱一张啊？5块钱。5块钱一张。对。鱼跃龙门。样的多，天哪个都中。看这个，保证他不是这样吗？这挺牛的。里面好多，好大瓶。啊？老金就是，能从那走。这个就敢抓着。我给你看，你看咱家的转数啊，我给你拿着。26。21呀、啊，21就21吧。儿子拿着，再套个袋儿。这儿呢，给你花生。你俩谁拿着？我拿着。你拎着。那，我把手都伸过来，一个手就勒出。好嘞，勒不动的时候告诉我。走吧。今天赶集的人还挺多的呢，这地上都是卖福字儿、对联的。给我儿子买啥了？奶茶。奶茶。珍珠奶茶呀，行不？行吗？0元。开心不？问你开不开心？领你来赶集了，你开心不？开心，还挺激动的。还挺激动的。拿一袋玉米豆，这多少钱一包啊？6块。拿一包吧，装起来。你要买这种的玩啊，儿子？这多少钱呢？10块钱。10块钱。还有什么样适合小孩玩的？你给找几种。这行吗？这行吗？还有摔炮。我要摔炮。这行吗？这个。啊，这咋样行吗？啊，这咋样可以吧？这两挂是5000响的。对。我这都装一起了。我破两个袋儿，没事，你看着。来，跟着你爸，让你爸领着你。哎呦，这么沉啊！啊、嗯，先买点鞭炮，然后到年跟前再买点。走吧，走，走，这样。好嘞，这边还有卖马肉的，这是马肉。这边全都是活鱼。好呀。啊？这是黄豆芽吗？这是绿豆芽，绿豆芽怎么办啊？黄豆芽买，黄豆芽绿豆芽，买看绿豆芽。行。啊、走吧，领着孩子。走，儿子，这棒骨多少钱一斤呢？棒骨10块。哎呀妈，那多了吧？能给你敲开吗？来两根棒骨。啊、嗯，两根棒骨38块8。大饼子这咋卖的呀？1块1个。1块钱一个呀，一个就是只这一半吗？那这些是多少钱？3块钱呢？这些3块。这都是现出锅的吗，大爷？都热乎的，现出锅的。一个，我看看大饼子，来上5个吧。1个。买5个大饼子。干啥的？你看还有那老舅呢。还有舅舅呢。放电还长大不受不了。你这大饼子是给你老舅买的，儿子。走吧，走吧。东西买的差不多了，这就准备往回走了。今天就逛到这儿吧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